怎么了？这是你们都回来了？爸，听说咱们老房子拆迁款下来了，你怎么不通知我们一声呀？对呀，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呢？快说，拆迁款在哪儿呢？就是，今天要是不把拆迁款拿出来，我们呀就把这个家分了。对，爸，你赶紧说。封家？封什么家？你们不是封过了吗？这个老房子是你爷爷留给我的个人财产。 至于拆迁款，我想给哪个就给哪个。怎么你们能管得着吗？爸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拆迁款是不是给他了？肯定是给他了。他一个嫁出去的女儿，他现在一无所有，你还指望看到给你养老啊？切，就是。你们都给我闭嘴！你姐她现在过得什么样子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她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容易吗？ 他辉煌的时候，你们哪个没栽过他的光？谷子，你忘了啊？你当初赌博欠下的外债，是谁替你还的？还有你，你娶媳妇儿的钱是谁帮你出的？还有你雅丽，你当初公司周转困难的时候，是谁把车卖掉帮的你呀？爸。 他是家里的老大，他为我们做这些算什么呀？是呀，别人的姐姐还像母亲一样呢。就是，他比我们早出生几年，还比我们多吃几年饭呢。对呀，他做这些算什么呢？他日子过成这样，纯属是自己没本事。你们都给我闭嘴！今天我就要教育你们这些不孝子。爸，你先不要生气，消消气。 今天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那我就实话告诉你们，爸的钱没有给我，我也不会要。我虽然穷，但是我不会拿父母的钱。今天我算是看清楚了，人在穷的时候，连最亲的亲人都看不起。我现在是落魄了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我不求你们雪中送炭。 但求你们不要落井下石。好，我走，我走行了吧？哎，姐，你还真生我们的气了呀！是啊，姐，你自从做生意失败以后，就再也没联系过我们。如果今天不是我们把你抓回来，你是不是打算多我们一辈子呀？是啊，姐，今天是我们几个给你唱了个双簧。姐。 最近呀，我们都在筹备你东山再起的资金，你的房子和车子啊，我们都给你赎回来了。姐，都给你带过来了，你就拿着吧。对啊，姐，你就拿着吧。姐，你就拿着吧。其实这么多年，我们都没有忘记过你。谢谢你们的好意，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。虽然这么多年没有联系你们，但是。 我的心里一直都在惦记你们，希望你们的日子越来越好。你们把你们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了，我就放心了。至于我已经习惯了。孩子们呐，你们刚才闹的这一出啊，做得很对，爸没有白疼你们，你们都是好样的。爸，我们刚回来的时候，是不是吓你一跳啊？你也不想想，我们能这么缺心眼吗？ 是啊，爸，我们可都是你的孩子。梦梦，他们为你做的一切，你应该接受啊。只有你们兄弟姊妹们过得好啊，才是我的最大心愿呐。梦梦，在你辉煌的时候，隔三差五回来看爸。但是你出事以后，爸有四五年就没有见到你的面。 爸现在老了，我希望你们兄弟姐妹们都和和睦睦，把日子过好。你呀，就接受他们的帮助吧。爸，我，姐，你就听爸的话，拿着吧。是啊，姐，钱乃身外之物，哪有我们之间的亲情宝贵呀？是啊，姐，以后我们一起奋斗，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对呀。 咱们一家人，打断骨头连着筋嘛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姐，这是我们应该为你做的，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
有缘才能相聚，有心才会珍惜，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。亲爱的，这是刚下来的工程款，来，这些都给你。谢谢亲爱的。那这些呢？就这点钱，给我家里那个黄脸婆当生活费。那好吧。对了，亲爱的，我这几天想去提一辆新车，正好这钱呀够了，我一会儿就去把它提了。去吧去吧，宝贝儿，以后只要你听话，我的钱呀都给你花。亲爱的，你对我真好，那我先走啦。饭做好没？今天的饭没做。那你这一天都是干什么的呀？对了，现在工程款压得紧，就给了这么多，都给你了。剩下的呀，我再慢慢要。没关系，剩下的呀，我已经给你要回来了。你是不是感觉很意外呀？老婆，我……我问你，咱们在一起生活了多少年了？十一年。十一年了，难道换来的就是你这么对我吗？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？这么多年了，我陪你吃了多少苦，我可以吃不好的，把钱省下来给你，让你请你朋友吃饭，有面子。我可以穿不好的，把钱省下来给你买贵的，出去应酬的时候体面。当初是你告诉我一定会让我过上好日子，十一年后的今天你事业有成了，而我却再也穿不上我当初特别喜欢而又舍不得买的那件衣服。十一年了，我从你口中的老婆变成你所谓的黄脸婆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我告诉你，作为一个男人要穷不忘恩，富不忘本，不管外面的女人有再大的诱惑，都抵不住父母的一声儿子，孩子的一声爸爸，老婆的一句老公。老婆，我错了。晚了。慢些走，我说时间你慢些走，有些往事它在心头，让我最后跟岁月挥挥手。